来两件。往年在九月中旬才开始生产的油啊类水果，现在来到国庆乡农会集会场已经会当看到了。七百葡萄油开始在出货进行。因为这是花较早的吼，因为今年有分山水花啊，这上早花吼啊，所以伊会较早成熟啊。剩的产年迄位拢还阁无真大粒，还袂好咧。啊，这算早花先采收起来。因为今年这个果树园吼哦特别济，所以讲吼农民吼为着要避免到果树园的损害，所以因这早花吼就拢开始在收成。这菜皮的葡萄柚今年因为受到气候影响，采收期提早，期间嘛变长。现在就只是属于早花的葡萄柚，所以甜中带有一点啊酸味，结果民众嘛拢真好咯。好吃，甜。阿伯，因为早花有酸味吗？不会，现在真的好吃。吃起来那种感觉跟正常正起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它的酸度有一点酸，就带一点，就是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吃起来蛮好的。今年采葡萄柚会集中共分作三期，所以增加农民采收的困难度。各农业心里表示加紧高工，但是计小说变卖，嘛好因是真无奈。品质算讲较无好过，因为分三水花啦，它的大小粒拢不平不。不同一次的开花，好分餐制的结果，所以它的品质对阮来讲是较歹照顾。虽然菜皮葡萄柚拄上市量阁少，不过现在各种水果拢新鲜，所以价钱并无好，平均一斤二十外块左右。所以国庆乡农会嘛真推荐民众这段期间会当先来品尝这菜皮葡萄柚的滋味。记者真心常报道。